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我的 channel。 今日我们去中国同胞们最喜欢的香港营地，就是这个贝澳营地啦。好了，正常翻先，为什么会说这里是大陆人最喜欢去的呢？是因为只要撞正中国的假期，黄金周那些，基本上贝澳营地就一定呼到合爆的。不过话虽如此，贝澳营地环境又靓，设施又齐全，是一个相当适合新手去的地方的。所以我就趁现在刚刚开季没多久，就过了来这里先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贝澳营地要怎么玩。要去贝澳营地的话，就跟去南山营地的方法是一样的。我就不在这里那么啰嗦了，想知道的话可以按下去下面 description 那里看看。去贝澳营地都挺方便，落车之后行几分钟就到了。现在就等我排一排队去营地办事处那里做回个职场登记先，揀好要哪个营位了，再入去扎营。呢度就是我的33号位啦。嚟到之后呢，就绑返张露营卡喺入口位先，方便啲职员第二朝过嚟嘟。好啦，唔投啦，直接起咗个营先。因为营地要求你喺一个钟之内起好个营啊，唔係嘅话佢有权取消你嘅营位㗎。所以都是快手啲起好个营啦。之前上网嗰阵咧，就见到有人讲，有啲大妈喺多人嗰阵为咗抢位，就特登 cam 住啲人嘅营位。等到譬如你哋去晒沙滩玩啦，冇人喺营位嗰阵咧，佢就投诉你系霸位嘅，叫人清晒啲嘢走，然后就攞咗个位啦，小癫小癫。不过我今日人就唔算好多，所以就冇压力啦。趁而家起营嗰阵，我就小小地抱怨一下啦。话说头先登记嗰阵，我隔篱就企咗个阿叔喺度，催我快啲拣好场。但系明明都冇人排我后边，因为我要拍片咧，惊阻到人啊，所以我就话边边位就 OK 啦。然后佢就话即系54号位啦。点知原来54号位咧系唔系贴住沙滩嗰边嘅？好彩搞登记嗰个姐姐提一提我，先冇拣到呢个位啫。最后我就是但揀咗个33号位，不过呢个位都系小伏嘅，一阵讲点解。至于贝澳营地仲有边个位好，边个位濑嘢呢，我就喺片嘅最后再同大家讲讲啊。头先嚟嗰阵个天明明仲阴阴地噶，起完营之后就晒到傻咗啦。既然晒到咁，咁就费事坐咁耐啦，去行下个贝澳沙滩先。好晒啊！呢样就系我头先点解话呢个位伏嘅原因啦。佢系冇树荫噶，顶！咁早起身，咁早嚟到，拣咗个伏位。早知系咁嘅，就带埋个天幕过嚟啦。头先隔篱营嗰个姐姐仲问我：，哇，你唔怕晒嘅咩？我答四个字：无畏无惧。挽回我剩翻嗰一丁点嘅面子啊！
其实我是好晒的，呃咗你唔好意思啊。所以大家去登记之前就最好揀定自己要咩位先啦。呢样嘢我再喺片尾度介绍俾大家。去到咁上下就去攞个水先，再买多罐嘢饮。贝澳营地应该系设施最齐全嘅政府营地嚟嘅，基本上你要咩都有，士多啊、饮水机啊、冲凉位乜都有啊。所以如果你系第一次想去露营嘅话咧，就非常之推荐你嚟呢度啦。哇，汽水机罐嘢冰个饭冰冰啊，正，降下温先。好啦，见到个太阳都落紧去啦，可以开始准备煮晚饭啦。今晚就整个全包宴，整西多士同埋面包布丁啦。西多士完成，睇下整得几靓，夕阳下的西多，快快手整埋个面包布丁先。面包布丁完成，好似有啲唔系几好睇，加两粒蓝莓落去试下先。好似仲柒咗，摆盘有待改进啊。不过都一样好食噶。食完啦，去洗碗啦。因为今日太早起身啦，今晚想早啲瞓，快啲搞掂晒啲嘢佢先。哇顶，水柱巨炮嚟嘅，水压咁大，弹到我都湿埋啊！碗就洗完啦，临瞓之前冲个凉先。晏昼晒到成身都黐立立啊，特登带条毛巾过嚟试下冲凉嘅。冲完啦。冲凉就是用普通沙滩冲身的花洒咁嘅啫，冇热水，不过都已经好舒服啦。今晚一定好好瞓。
瞓之前就冲一冲只脚先，费事搞到周围都系沙。天光了，起身啦！我露营最中意嘅时间咧，就系朝头早起身嗰阵啦。啲鸟叫声同埋树林清新嘅香味混合埋一齐，真系会令人上瘾。好啦，老规矩，冲翻杯咖啡先。今次就顺便整埋个早餐啦，因为买得太多面包啦，同埋想试下上次去日本买嗰只酥涂嘅面包夹夹机。简单啲，整翻份火腿芝士三文治啦。睇下，看得几靓。好正啊，咬落去索索声嘅，口感超好。你哋睇下，经过琴日一晒啊，我已经成功变黑亦得咗，喊出嚟啊！饮饱食醉啦，系时候执嘢走了。啲嘢好多沙，睇你翻到屋企要洗装备先得啦，小麻烦小麻烦。好啦。执好晒啲嘢啦，走得走之前就带大家行晒成个贝奥营地啦。贝奥营地就系一条长直路嚟嘅，左右两边一共有54个营位，同埋有两个空地仔俾人扎营用嘅。1到40号位咧就近沙滩嘅，41到53咧就喺草地入边嘅。
至于营地的设施呢，就有台台凳凳啦、烧烤炉、晾衫架、士多、垃圾桶、厕所、更衣室、冲凉位、洗脚位、星盘、饮水机、汽水机，啲设施真系齐全到爆炸。而家我就带大家行一行个营地啊！入咗营地之后，右手边就系啲营位啦。由一开始一格一格咁分开，大家揀营位嗰阵咧，就最紧要揀个有树荫嘅，唔系就会好似我咁晒伤噶啦。就好似18、19、35，佢哋唔只有树荫啊，营位入边仲唔会有树去阻住你锡嘢。其他例如5、14、23、24、28、30、36都 OK 嘅。至于奶嘢嘅咧，就有9、26、27、32同埋我嘅33、34、37、38。不过如果你接受到晒嘅话咧，就冇所谓嘅。而41打后嗰啲咧，又唔近沙滩，又晒，所以应该系最差嘅。最好笑嘅系呢个41号超级自闭位啊，自成一个角粒头。最后我就成条行一次俾你哋去拣位用啦。基本上呢度嘅营位都系先到先得嘅，满咗就要等排队啦。我都见到有人扎沙滩嘅，不过如果你想扎嘅话咧，就要预咗有俾人赶走嘅风险咯。想做预约嘅话咧，就净系得农历新年、劳动节同埋国庆可以做到嘅啫，最多4晚。不过呢啲日子一定多人到爆炸嘅，建议就唔好嚟啦。至于职场攞位咧，就最多可以一年 book 6日。book 到去逢礼拜二嘅营地保养日，所以最迟星期二嘅上午10点就要走嘅。我今次去咧就系星期三嘅11点，啱啱好开翻嗰刻就到啦，咁就大把位拣啦。我俾你睇下星期三嗰个 follow plan， 就有咁多人去咯。好啦，介绍就系咁多啦。如果你觉得呢条片有用、好睇嘅，帮手 like 啊、subscribe 啊、share 啊、comment 啦、啊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呢条尾。Thank you.